我快得很，你们等我，我们吃完饭我就行动。我干啥？又干啥？还跟你说要跟我吃饭吗？哎呀，你吃嘛，你能说全部都给你吃？就是我不可能上你当了，啷个些你肯定会卖你。你太敢耍我，有种事早就过时了。哎呦，不然我啷个知道？我说还有事情。你想坑我？兄弟们，别讲话，我好教训你。你敢来嘛？你有点欺负人家哥？没有啊，哥，我们玩游戏，你看我不玩这个帅兔子的。他们一周新派100万大军，偷袭北极关口，所以我才表面派20万军队防守北极，等他不在意，还说派50万大军偷袭油江关口，是哪些动作？我们欺负了？行，你们欺负人家哥就好。嗯，公安的时候就先走了。啊，我的油江关我们就要不玩，给你们解释嘛。我操！